大学生了没？还问是大学？大学是什么？老板，我的打扮可以吗？哇，我们今天都非常的慎重，像我们这样的套装有没有？感觉就是很庄重。你就像是专业人士，可是跑到茶水间去偷偷垃圾，有没有？就是一直这样还脱外套。哦，你是亚利安星球，然后飞到地球以后，找了一个路人穿了他的衣服吗？其实真的上班族常常要很正式。对，其实一的他们的调查是说，73%的上班族哦，他们如果要去面试的话，他们就会穿套装哎。面试穿套装，就想给主管一个好印象。73%的会这么做。如果你是主管，看到穿套装跟穿 T 恤牛仔裤的，哪一个印象你会比较好？当然还是套装会比较好。第三个是穿比基尼。主管，怎么了？起来。那没有，我还是觉得套装好了。哦，比基尼的话，熟了以后再穿。哦，对，大家认识以后可以去海边玩啊。是啊。好，那另外呢，像这个有高达45%的上班族，他们其实是希望或期望可以穿这个制服上班，因为这样不用烦恼。哦，对，不用想到穿什么。对啊，学生一样的感觉。嗯，不要看工作环境啦，像我自己公司的员工啊，因为他这个一来这边就发现都是女生，他就不化妆了，然后就随便穿。如果办公室有帅的异性的话，或好看的异性，大家一定会特别打扮。啊，这就一定会，对不对？所以请问大家，你希望上班可以穿什么样的衣服呢？伟伟要穿小礼服。希望穿小礼服，类似那种星光大道，人家在走红毯的那一种。什么场合可以？什么工作可以穿小礼服？就有星光闪闪。小礼服。都多少去的？星光大道是有一些这样子。粉红豹。对，是不是？有分制服跟便服的。小礼服。小礼服。是。你应该都在哪里一带看到？林森北路蛮多这种店，绝了，书卖的好，来一本书，来一本旅游书。晨晨，自信100%的衣服那是什么嘞？因为像我们跳舞啊，如果你穿的衣服今天都不喜欢的话，一整天跳舞都没有自信。就是说内裤太紧吗？所以我们希望穿那种很有自信的衣服，一整天都会觉得。那你今天会让你有自信吗？这一套有啊，来下来跳一下。PK 八块肌了，真的，他超厉害的，哦耶，打对不对？来哦，有没有参加过世界舞蹈大赛哦？全世界有排名的哦。耶，世界排名，成够。再来一次，镜头没带到，刚才再来一次，可以了，哎，他这么会翻，是不是因为那个衣服的关系啊？对，纳豆，你去换一下那个衣服。对啊，换那个衣服翻一样的。好啦，今天我们其实还跟大家讲求职要注重的这些，是的，得体的这些打扮。对，今天看我们这个节目的人有福啦，因为我们节目呢，今天找来4位专家，想办法把你变成求职高手。首先第一位是我们人力银行发言人张旭兰，欢迎他。Hello， 大家好。直接告诉我们大家，这些主管们啊，最不喜欢面试的时候看到人家穿什么。刚刚跳舞那个不可以吧？但是他如果去运动用品店，这完全正确。对，那其实很多人现在都知道说啊，要去面试一定要穿西装啊、套装啊。可是最怕的是哦，像很多人挑白衬衫的时候，挑的不合身。譬如说它太大了，像小孩穿大衣；太小了呢，又鸡突。哦，我们这边也有一些Ken 哥的鸡突。干嘛老是看我鸡突？互相注意彼此很久了，讨厌。然后还有也很忌讳说露三点。绝对不是你们想的那三点哦。第一点呢，就是露脚趾头。
脚趾头不能露出来。对，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穿凉鞋，或者很多凉鞋哦，它其实设计的很漂亮。嗯，然后女生呢，她想说夏天嘛，我就穿这种凉鞋去求职。但是这些呢，在有一些场合，特别像是我们的饭店业啦，或者是比较保守的传统产业，这种上班族呢，他其实不喜欢有露趾的鞋，他希望穿包鞋。那我这种可以吗？这样露出一点点。最好就是在传统的产业来讲，他们其实不希望这样子，对，要包鞋完全的包住。OK， 对，不要看到脚趾。露第二点绝对不行的是大腿。大腿不能露，不能，因为很多产业呢，他不希望说你的裙子太短，或者你穿热裤去应征，这样感觉很不庄重。OK。第三点呢是肩膀。哦，在夏天很多女生啊可能会穿细肩带的背心啦，或者是她明明袖子很长，但是她是肩膀是露出来的。这种衣服在平常穿很漂亮，但是呢求职的时候太让人想入非非，不太庄重，所以呢还是不要穿这露三点的衣服。好，这个等一下可以教我们大学生一下。接下来呢，这三位老师呢就帮我们打造我们的外形啦，一起欢迎我们的这个造型师 Tim 老师、彩妆师郭婉容，还有发型师阿 King 老师，欢迎他们。好，大家好。对，大家好。请问一下三位老师，这个求职者那个打扮的重点是什么？我觉得符合你要找的工作，这是唯一的重点。就像刚我们专家说，你找体育用品社的话，你就可以穿这样方便活动的，你不要体育用品社还穿那个西装去。我觉得合乎你要找的工作，这最重要。哦，那阿 King 老师呢？如果我们头发有没有什么必胜的发型？我觉得就是清洁感很重要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，如果说你有自然卷的话，你必须要让你的自然卷看起来不要毛躁，因为我觉得主管我们在拍广告，对，因为对，而且待会儿要这个 slow motion 帮我头发，好帅，对的，谢谢，好专业的感觉，讲得很自在，他帮很多大牌做过，哎，我真的是很羡慕的。来跟大家报告一下，你跟哪些大牌艺人合作过？大牌艺人啊，我。桃子姐最喜欢真田广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真田广之，真田广之合作过，因为他之前在那个，他之前末代武士的时候有来台湾，然后他整个行程就是我帮他，不过那时候他绑个马尾，没有办法好好表现。那你问就是按摩一下他的头皮，有，我一定会做一个按摩头皮这个动作。下次他来拜托我当你助理，真的还假的？好 man 哦，这么喜欢他，而且他很认真。你要想几十年来他一样那么 man， 而且戏越演越好，对，非常认真的好男人。对，没有错。那请问这个郭彩妆师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就求职者的这个妆啊，有没有哪一些是比较重点要注意的？如果说在面试上面的话，在妆容的部分，只要掌握几个原则。第一个就是过犹不及，就是太 over 或者是完全大素颜的话，其实在面试的时候都是一个大禁忌。那要一定要掌握黄金的70秒，30秒。哦，30秒，黄金30秒，你会不会被录用？是不是？对，因为30秒的话，其实就决定了大概70%左右的好感度。但是在我们这个大学生里面呢，大家对于这个求职的服装的想象又是如何？我想请问一下大学生，你们有没有去这个面试，但是却穿错衣服的经验有没有？其实国父的牛仔裤你啊，在多帅！你在干嘛？对啊，你刚刚干嘛？一直拨头发。对啊，因为我在怕我头发闭吹，因为我现在没抓头发。大闭吹啊！现在12000，因为我今天没12000，什么东西12000？剪那个就12000，没真的假的？剪这个12000？阿 K 老师怎么样？真的吗？你怎么又来找我嘞？一样是要多少钱？没有，我是被骗。8折。对啊，12000再打80%，我一定给你。那12000包括执法吗？好。哈哈不要这样子，正式给大家看一下起司，把额头撩起来。对啊，对啊。同臂生辉，我们还好，同臂生辉，整个摄影棚的光又亮起来。好，美乐蒂也有这样的经验吗？有啊，就是我去百货公司的一家牛仔裤店面试，然后那时候我以为只有一次面试，所以我第一次穿很正式，第二次的时候他就说，你第二次来要学习什么的，我想说应该那这样就很轻松，我就穿着拖鞋，然后背心，就去他当场上来，他就说，你怎么穿这样？你不能穿那个拖鞋跟背心，然后他。